来看嘉义县政府初步召开第三阶段国土公园分区划设说明会，梅山竹崎等地区有约600多居民拢反对土地被规划入去保育区内底，就走去说明会场进行抗议。支持陈家龙，白色的什么？嘉义市对吧？嘉义市闽南侨联做伙，规个拢城乡啦，水乡侨联做伙拢城乡啦，中埔侨联做伙拢城乡啦，烦恼吃亏啦。烦恼无啦，烦恼无啦！你甲我讲，这水库用地，即地拢得行，完全拢无啦，得行毋通望啊无。竹崎乡长规模较大，是小啊。规个乡算干呐，乡公所附近划入去城乡发展区，因为国土计划规划内容浮夸，去甲扯干桥，讲乡长做甲真见笑。我乡长拢毋是人，你面乡拢人，我乡长拢是狗，地通啦！我做竹崎乡长做甲见笑，做个咪浪病。600多位来自梅山、竹崎甲番禺的山区居民。初五下晡，伫竹崎乡公所参加国土计划说明会，因为不满家己的土地受到国土保育、水源地保护等分区管理办法限制土地的使用，所以邱某条上庭证人数，希望县政府来保护山区的权益。阮这些农民，阮原来从日据时代就住在这边的人，就一定要化为国宝，这个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。就是讲，咱遐也无这个污染的工厂，咱拢总是以农为生，以做地为主尔，啊嘛无可能去污染到恁的水源，这饮用水水源部分吼，这点请大家爱提出严重的抗议吼。嘉义县政府经济发展处表示，国土计划法的规定，各县市拢需要配合办理。针对一寡较特殊的所在，除了有配合的管理办法，嘛会透过扩大指引城乡区的范围，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，会整理民众的意见，配合规划国土计划相关单位来调整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